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吃象拔蚌、小龙虾、姜母蟹、虾脖、三文鱼、赤贝、鱼子虾仁和海蜇边的拼盘。我们先来吃象拔蚌，这个让我切成了两段。好滑，今天的赤贝好黑呀，不是脏的，新鲜的还这个色儿。三文鱼，粗面条。